明星的素颜照片总是和本人差很多的，因为平时看到明星晒出的照片都是化妆后的，看起来很漂亮，但是卸了妆之后就不一样了。2月12日，何穗微博自嘲点完屋子外出被餐厅服务员 diss 他就长那样，并和网友互动开玩笑称宝宝委屈。当日何穗发布微博称，刚点完屋子，没洗脸没洗头，带着姐家去和朋友吃饭，服务员估计认出我，一出包厢门就和他同事大说他就长那样，然后之后每次进来上菜我都要保持尴尬不失礼貌的微笑。听到别人对自己这样的评价，何穗也觉得很有趣，是因为平时看到舞台上的仙姑太美了，突然见到这样的仙姑大家都有点不习惯了。这个画面靠大家自行脑补。有网友在微博下评论，人家不要面子了吗？何穗开心跟网友互动，宝宝委屈。还有网友留言，我也刚点完痦子，表示完全不敢出门。何穗回复，我大概太有勇气了，哈哈哈。